找不到手机，实在有够懊恼，什么都没办法做，也联络不到人，资料会不会被盗啊？Hello， 大家好，我是蓉蓉。手机不见的各种心声我都懂，真的是会急到不行。但是发生过一次之后呢，就会知道其实想要找回来还是有办法的。那真的找不回来之后的应变措施有什么呢？今天带你一次学。第一步，查看系统。我们先来看一下安卓手机的方法。先登入网页版的 Android 装置管理员，基本上手机预设都会是开启的状态，所以只要登入你的 Google 账号，手机网络也没有断线，就可以看到手机现在的位置咯。而且 Android 装置管理员里还有三个超级实用的小功能，分别是播放音效、锁定登出、清除。我个人觉得播放音效的功能会比较适合在室内找不到手机时使用，锁定登出的功能就有点类似遗失模式的概念，让找到你手机的人可以透过萤幕显示的资讯更方便知道怎么联络失主啦。接下来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可以怎么做呢？先登入网页版的 iCloud， 选择寻找的功能，在这边就可以一览无遗所有的苹果设备哦。如果你遗失的手机是在有连线的状态下，就能直接看到它现在在哪里了。另外点开特定装置，还会发现有几个辅助小功能，播放声音标示为遗失和清除装置。播放声音的功能通常会在室内或与手机不远的情况下使用，标示遗失的话就是让你的手机暂时处于遗失模式，没办法被解开使用。这边要记得留联络电话时千万别留成自己遗失手机的号码哦。第二步，手机身份证报案，不分安卓苹果都适用，它就是手机的专属身份证 IMEI 码，这组号码可是自己平常就要好好记下来的哦。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去找找手机盒还在不在，翻到后面就可以看到咯。如果手机盒也找不到了，那这个方法你可能就不适用啦。那么手机还在身边的你知道怎么查吗？首先打开拨号的地方，输入米警零六警 IMEI 码就会跳出来啦，赶快先抄写下来，以防止之后手机真的不见的话，就可以拿着这组号码到警局报案，请警察协助寻找咯。第三步，警政署平台查询，不分安卓苹果都适用，先前往内政部警政署的拾得遗失物管理系统，说明栏有附连结哦，在对应栏位输入正确的资讯还有手机的 IMEI 码，如果有好心人捡到并且转交给警察局或公务机关，他们便会将手机的相关资讯登入到这个平台里，这么一来你找回手机的机会就变得更大啦，也记得可以上去随时查看有没有被捡到登入咯。补充 iOS 防盗小功能， iOS 17.3 最新版本的更新针对手机被偷的问题带来了更严谨的盗窃装置防护功能，当 iPhone 远离了平时熟悉的地点时，想要启用部分功能，就会被要求使用 Face ID 或是 Touch ID 这些特定的生物辨识来认证，以防止知道密码的小偷对你的手机资料做出重大变更。还有一个安全延迟机制，则是必须等待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可以对 iPhone 做出重大的安全性变更哦。找不回来了，该做什么？如果还是没有成功找回遗失的手机，就别再花时间灰心丧志了，赶快保全自己的资料要紧。但是千万要注意，接下来的行为是完全不可逆的，没办法后悔，别怪我没说。一、远端清除手机内所有资料，恢复原厂设定。二、远端登出所有社群平台。三、重新更换所有账号的密码。防人之心不可无，做好这些，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也别让有心之人得逞咯。以上几个手机不见时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有帮上你的忙了吗？我自己平常也是一个手机不离身的人，如果里面的照片回忆都不见了，可能真的会难过好几天吧。赶快传给你那个手机失踪的好朋友吧。喜欢我们的影片也欢迎按赞加订阅，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这边来个有趣的同场加映，你们知道全世界最瞎的手机不见理由是什么吗？听说国外有一名男子用他的 iPhone 4S 帮他养的乳牛接生，结果呢，最后被发现他的手机掉进牛屁股里了，超级扯的，到底是怎么掉的？